一会儿上去啊。嗯。喂，云翔啊。我是大灰狼，请问小红帽晶晶小姐在吗？很无聊哎，干嘛那边装神弄鬼的、啊，没正经。你在干嘛？我在上班。哦，就你最忙了，大忙人。对啊，我不多赚点钱，怎么养活你啊？是不是？谁要你养啊？你不要乱说话，不然我挂了。哎，晶晶，你不要挂，我们去散步好不好？你不是在上班吗？对啊，总有忙完的时候嘛，机器也要上油，是不是？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好了，开门了。嗯？咦，小红帽过来给大灰狼抱一下。你很无聊哎，又故意耍我。好，那你怎么罚我都行，来打我，来。哎，云翔你来了。啊，姐，我带晶晶出去逛一下好吗？好啊，快去吧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有风，云以为自己可以吗？云翔，你要答应我，让晶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没有你，我以为世界照常转动。晶晶，你姐姐提到我什么了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提你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还以为她挺喜欢我的。干嘛每个人都要喜欢你啊？我小陈还不够，连我姐都要喜欢你，你也太臭美了吧。哎呀，太多人喜欢我，我也很痛苦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就第一个退出。哎，我就不让你退出，我要你喜欢我一辈子。那我要你喜欢我生生世世。晶晶，生生世世有多久啊？生生世世就是每一辈子啊，不管我们轮回多少次，我们一定会遇上彼此。这辈子我看不到你的样子没关系，下辈子我一定要看个够。晶晶，这辈子你一定会看见我的，只是你怎么不说话啊，云翔？没有，我只觉得现在的我何等幸福，可以拥有这样的你，我真的好希望时间可以暂时停在这刻。你今天怎么了嘛？这么多愁善感，我好不习惯哦。对了，晶晶，你跟我说过，当你重拾光明之后，第一个想见到的是我。如果我不在，那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的。云翔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好像怪怪的，心情不好吗？没有，有你在我哪有心情不好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前面有广场，看起来蛮热闹的，我带你去逛逛。